之前在某综艺节目中记录了王一博受伤后去医院做核磁共振的画面。在视频中，王一博表示，其实自己平时受伤挺不在意的，骑摩托车也受过伤，玩滑板也受过伤，以为扭伤过几天就会好的。素颜的王一博身穿黑色短 T 恤，口罩遮面，十分低调，脚上穿黑色运动鞋，再加上白色长袜，看起来运动风满满。在治疗过程中，医生问他可否在接下来的时间静养，他也坦率直言做不到。不少粉丝纷纷表示，坚强的哥哥的好令人心疼。在接受采访时，他身穿白色衬衫，小立领跟现精致干练，青春活力有朝气，展现慵懒随性休闲风，加上金属链配饰更具造型感，干净清爽的翩翩少年，再搭配上黑色渔夫帽，造型感和时尚度直线上升。他表示马上就要录街舞，害怕会影响之后的跳舞，不想因为自己的脚而影响到别人，也希望王一博要保护好自己。喜欢就订阅呗。